哇靠！解月正在升起，太屌太屌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我觉得血月其实还好啊，感觉起来还是只是我们要去沙漠玩啊。走啊！我发现血月鸡比较多哎、欸。嗯，等一下哦，我的任务看一下。我任务还在超前面，我都没什么解。我也没解啊。想说，要不然组队摸一摸吧，要不要？组队摸，好吧。翻信任务手册，对，接受多重奖励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然后那我就按照我的进度开始摸任务咯，好吧。哎，没有哎，你的任务直接贯通到我这里了啊？那你结束了吗？我的鱼那一块基本上都快结束了。鱼那什么鱼那？哪个任务？鱼那一块啊。就是钓鱼那边的，然后还有可以摸别人任务哎、欸，那太好了，哇哦，瞬间解锁很多。铁箱子没有，我们就解 boss 那一块吧。嗯，等一下哦，挥手，大家晚上好。好啦，然后这个应该是要打 ARC， 这应该是奥数吧？奥数僵尸，等一下应该会升，还要奥数僵尸一只吧？你是每日吗？还是什么任务？不是哎、欸，就是你看任务手册的剑，然后下来的那个僵尸头。任务手册，僵尸头啊！任务手册，然后 Overworld 那个僵尸头，一般僵尸。任务手册，任务，哎、欸，任务 Overworld，、嗯。然后有个头颅的僵尸头颅，嗯，对他，他是说这是哦，我现在才解完那个啦，你的上一个吃到你的了，哦，太好了，哦，那就其实奥数僵尸很好出哎、欸，很好出啊，只是解约现在应该可能等一下就有了吧？对啊，我在沙漠等。我想说，沙漠那边要不要盖一个、嗯、传送的石碑？我觉得可以耶，这样我就可以省一点，不用一直跑。感谢会员，感谢会员。然后昨天我们就发现一个金字塔，应该就在繁星那边吧？应该在金字塔，就在我这。然后等下过去。然后怪物的话，好像是看名条，会依据它的血量不同、欸。哎，名条，名字啊，这有些它的名字是金色的，还是什么颜色的，它会特别硬。哦，是哎、欸。然后白色名字是最普通的。走喽，安德多打一下。哇，这金色安德哎，惹得起吗？玩呢、啊？哦，血月的怪物是不是都金色的啊？没有啊，我打一堆灰。我这边都一大堆金色的怪物哎。那、啊、你很棒哎，超硬，嘿嘿超光哦。我抗。哦、神域僵尸，现在有解掉吗？我看一下哦，皮库没有，还是要大只的、哦，我是打到小僵尸。
繁星昨天不是才七等？嗯，不是啊。我跟你讲，包起来练啊。我下午才十等。就是看哈记台，边看边玩。但其实到后面我就是站着看，我真的都是遇到金色的怪物哎，越来越多了。我没有，赶快跑到你那边吧。打击安安安，我就是在秦王捞住啊。不过我觉得就是刷怪塔那边最麻烦的是那个反甲，有时候我打一打反而自己自杀了。哦，难怪哦。啊，衣服有时候会附尖刺。嗯，怎么莫名其妙在那边死了？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的有一个加速啊，它很强，它只有短短的几秒而已，速度二。我的也是的、欸。然后好像 CD 七十几秒吧，这很久。神域僵尸大只的，剑快坏了，其实我应该换剑了啦。哎、欸，我十五等了。对，今天其他人去开其他的。嗯，晚点可能有小雨啦。对啊。好，先往那个沙字吧。有啦，有感觉到怪特别多啦。他们血月好像是三十天一次吗？没有啊。下午有蓝月、欸，又来一个血月，蓝月。对，他说你感受到你特别的幸运，哎呦，然后在那边狂钓鱼。十八等，武器要坏啦！我打一只十八等的经验83哎，好多、哦。没看到你，我在金字塔里面了。哦、oh.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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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然后我昨天有自己弄装备啦，就弄一弄，每一件都基本上是珍稀等级的，至少就是有个额外的两排到三排东西。然后武器的话，我是拿那种杀怪可以回魔的，不然就是你没有回魔的话，你放一放就没魔的，好烂。啊、后来都选择这一种的。然后像武器啊，你就可以自己只有两把一样的就可以自己合成，然后丢出去捡回来，它就会变成另一把新的武器了。然后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去洗出比较好的啊。我怎么死就小雨，你在干嘛？哎，我的台说你怎么死久了？哎、啊，不上来练的呢，还钓鱼啊？还钓鱼啊？上来了啦，翘课团呢、啊？这样是怎么跑特别快啊？哦，掉衣服了。因为下午在看他祭台就等级就上来了。嗯。就这个这张盾牌没人要哦。遗迹物品欸。还有广播欸。他歪了。我下午也有一个遗迹物品挂广。血月正在落下。结束了。啊，这边有那个吗？回收台吗？回收台没有，我想做一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做一个。而且回收台会乱喷，是因为那个啦。你他箱子里面满了。嗯。所以才会乱喷。那个珍稀的短剑我就拿合掉咯，想说他的数值不是我要的。二十等的。哦，想说我用不太到。你说家里的吗？没有，我是遗迹这边的。我怎么没看到你？啊，你没看到我？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我听到你声音了。我、哦、越打越多血。没有吧？
有，我看他血量本来就500滴耶。我刚刚砍一砍砍他突然补血，为什么？哦，185是怎样？一只185哎。你要谢谢我、啊。好厚啊，好厚啊。好好爽爽。好好爽爽。为什么还是没解掉啊？指定奥数僵尸击杀一次。玩家必须击杀指定数量的生物。Now have a type of 哦，还是要到指定区域啊？本来想去蹭别人的任务了，跟他们上，组个队，蹭个任务。欸，红色的剑欸。法力值减38，神奇的发现134%哎，好猛！什么剑？这边啊，左上角那个神奇的发现，那好像就是碉堡。哇哇，这好棒哦！回家拆装。身上又开始满了。对啊。火焰抗性的帽帽。护盾。哦，对我来说都没什么用。我现在还是不懂他的那个掉趴机制，递减对不对？所以我在他是递减啊，他递减到零为止。所以我现在目前做法都是，比如那边刷一刷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回到家里附近打一打怪，或是去地狱打一打怪，是不是？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你像类似水平吧？啊，你这边降下来，你要去。另外一边打，打那边慢慢补上来。哦，对，也是有机会。不然我那时候你不是叫我在旁边挂，我挂很久，挂超久了。然后回去金字塔打，还是两趴两点三点这样子。嗯，因为刚来的时候经验值都很多，對啊、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像是另一个生怪砖这个就没什么影响，就没关系。观众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奥数哦，哦对，刚刚都是神域，不是奥数。哦，是要奥数哦。对。的僵尸吗？嗯，奥数僵尸。好。一楼。箱子，普通箱。拿到一张盾牌。可见是个垃圾。合成还是垃圾。14等闪避值的盾。还是我要跑去副本区啊。我先修个装备好了。修装备，金锭可以修吗？还是不能修？金可以啊，金200吧。哦，哦，可以拿了，可以拿了。先打到了传奇法杖。对哦，我那时候就是在打到的时候，突然哈基打问号问号，然后。阿旺就直接 TP 到我旁边来，说一击吗？一击外面的金字塔，金字塔外面的怪打一打，打到我刚才是走过来，然后只摸个一两只。他说：“怎么杰克已获得到了一击等级的装备？”对对对对对，我打了啥？哦，所以这里的
这里得坏了、哦，坏了，哪什么坏了？将就是金字塔旁边的副本。副本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个的坏掉了。哦，那他隔壁还另外一个，坏掉就挖掉吧。不会再好了吗？我想说先留着啊。你是今天坏的吗？对啊，今天下午坏的，死掉后坏的、啊。今天已经伺服器重开过了吧？六点有开过一次。那应该是坏了，留一下。反正挖掉只是掉一些烂东西，不是吗？就一件装。对啊，想说再给他机会。其他做好了。啊，隔壁想说奥数怪要怎么找？那边还做不是吗？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是谁的？哦，金字塔旁边的、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应该说另外两个，我做好了。嗯，你在哪？我 TP 你好了。哦，团团上线了。那往这走。还有200个，呵，大测岩石，什么大测岩石？我要跟观众讲话。蜜蜂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右边的是坏掉的，所以要打左边的。哦，我都已经弄好了。没有那些 buff 啦，啊，只是怪比较不会出来。有，还是可以回个血。啊，这个是跳进去啊，羊毛地毯打掉就可以了。不用打，不用打，跳进去。跳。你不会跳吗？哦。应该说你不能跳吗？嗯，你说没坏吗？是这个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不能点。还是另外一个。啊，这个坏的，这个坏的，抱歉。哦，所以，哦，那另外一边那边我不知道是谁弄坏的，这边是我今天死掉后坏掉的，能找有人打吧？嗯，不然就之后可能，如果他真的是修不好的话，就说打掉吧。嗯，不然他上面那个明条也一直卡着。这边是蜘蛛。那时候不是说那个金字塔那边被雨月挖掉很可惜，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那之后就想说啊，没有蜘蛛现货羊毛的来源。你说那边其实就是蜘蛛骑那个啊，蜘蛛骑士啦，对啊，而且他掉装备又是两倍，还蛮不错的，嗯，那挖掉也没办法。我可以嘲讽哎、欸。过来，让我看看。我看嘲讽会怎样？你嘲了吗？偷偷跟我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烂哎、欸。多好，都跟我走呢。嘲讽，你嘲讽嘲到我这边来哦、喔，哇！是你不会应该不会被我嘲讽到吧？不会啊。Sorry， 没事。我发现他好像可以1.8、欸。是啊、喔。对，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比较好的。它会掉战利品箱，有些会，16等的权杖。其实我在想要换装了，我现在装备都6等1等，很低。快换哦！我今天才把一个有发现被怪物打得越来越痛。我
今天才把六等的刀给换掉。我这把也要换啊，可是他现在就是有，我找不到另外一把可以替代他的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谁盖的泥土屋？你出来，出来！这模组包叫什么？什么 craft of Excel？ 反正就是我也不太知道。什么泥土屋、欸？哎，这感觉是深层的吧？对啊，感觉中间有东西。有哎、欸。走！哇，那这边有三个地牢哎、欸！哦，白痴哦！哦，雪屋类型的就是了。啊，不一样了。他几等啊？啊，干他超强，他超强！他几等？他1000多滴血。哦，怼他！干！为什么？白痴，你把它打开了。对，我把它打开了。我刚刚敲个两，嗯，开了，太棒了。哦，对，聊天室，谢谢，就是那个。哦，五秒后起飞，起飞。打得过吗？是不是打不过？还是你就放塞图层在那边？哎，好，被藤蔓卡住了。我刚刚想说，我轻轻摸一下，应该是不至于怎么样吧？嗯，就出事了。哇，是12等装啊！不愧是1000等的，有1000滴血的，1000血量的。哦、我今天遇到一个沉思，我想说，哦，沉思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有奥数了，有奥数了，你看，好像很有。有吗？然后。嗯有哎、欸，任务结束了嘿、欸，解掉了吗？解掉了，有了有了，噔噔噔噔噔，锁链甲哦，锁链甲可以做、哦，先不用好了。他要击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S U M A O N E R， 召唤师。你在看哪一个？右边那个骷髅蛋。嗯，他是要打召唤师，完全没击杀过哎、欸，我也完全没击杀过。好，往下走好了。Witch 女巫，普通女巫吗？哦，他是这么写的。那普通我目前还没遇过哎、欸。女巫哦，是要去沼泽啊。你知道按 Tab 啊，可以看到右上角的地图全部会变头像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知道啊。女巫哦，要跑沼泽看看吗？我之前是有记一个沼泽的点。我去看看好了，因为玩了2天都没遇过女巫。我应该是有打过女巫啦，只是就是在任务之前打的。是任务之前，他也会算说你曾经打过几只吧？因为我看其他任务，他有些就是说要击杀哦，是接到再击杀。
给我速度。我真觉得我现在玩这个狂战啊，很朴实无华，它就是一直砍。其他的就是我用的招式，就是我一开始学到的招式，用到现然后后在，面的招式全部都是辅助技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之前的，就是一开始的招式用到现在。哎，我多一个村庄，要不要来？我现在还没有换技能欸，有换一个啦，你说什么村庄？对啊，有一个村庄，等一下哦。在红色橡木森林，还蛮漂亮的。有铁哥，来了，好像蛮小的，有空白地图 哦，钻石锤，拆，你有食物吗？没食物了。有啊，求个，在哪？铁哥，你敢靠他吗？哪次不敢？我看一下，你捅他很痛哎、欸。我现在全部都点闪电伤害的，那显得我好弱两哦，呵经呵呵，验那真的是显得我很弱没有，哎，伤害到没有到很高，没有，你看你几等我几等。我你19我15，对啊，这就差很多了呢。一等是2天赋啊。他差一等怪好像就差蛮多的哎。女巫啦，哦，还是基地啊，陆家安。发光孤河口这种地方看，哦，我看到一只女巫了，结果过去结果是变异种的女巫。也可以吧，哎，那这样女巫去地狱打就好了，哎，那你要分开打吗？好啊，我去地狱，我下地狱，我下地狱。哪里啊？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没看到他。哎呦，哇！1000多滴血的，你是不是鬼啊？嗯哼。还好他不会近战，他只会丢药水，就不会显得这么痛。好硬哦！没事，忍一下。我敲他整10几滴、10几滴，然后1000多滴。他丢伤害药水，他作弊。女巫啊、对啊，哦！吼！他是不是在喝药水啊？他作弊，那喝他在什喝么？生命那个生命药水啊，回复。立即治疗。他应该快死了，哦，他又回了一格回来。哦，打完了，300经验。看一下任务，有一只了，一只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一只就好吗？要三只，要三只。好，地狱我来了。哇，我能跳2格高真开心。1.5哦，
两个，但是他就是要在跑步的状态下才能跳两个。有火把还是有人来过吗？有火把哎、欸。嗯，只等的 BOSS 要一人打一只，还是要各自打？我觉得没差吧。我打死了，看一下有没有算。我又打死了两只，不算哎、欸。啊！你是打黄袍的吗？还是黄袍跟紫袍？好像叫普通女巫。哦，哭了，丢三叉戟都不行，丢火球的也不行。哎、欸，又看到一只了，哦，再 TP 你咯。好，咻，来会会他，刚刚欺负我们小杰克，不要坚持，不能这样子，我把你挖下来，我把你挖下来，也很方便啊。对呢，你跳。我就两个两个跳，继续跳，继续跳，很方便呢、欸。你怎么看到的？按 tab 那个、啊、tab。哦，对呢。哎、欸，不见了吗？地洞里吗？好像是比较矮的地方哎、欸，这边又太高了。这女巫真是很烦，出现啊！哦，这个高度有，我这个高度，反正你现在先直直走。我要我在洞穴里要过来，哦，也是可以哈。你有看到那个女巫的符号吧？地图有点小。好像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看到了，往这里，好黑哦，好黑哦。你有火把吗？一根就好。你在哪里？这里。好几根哟。旁边是不是也有玉？旁边又一只哎、欸！我看到这边哎、欸，好往这边走。我原本那一只不见了。看谁先到有没有？很小哎、欸！哦，这里这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下面又一只。你好像那只比较近耶。嗯，这只比较近，我先去看看。我挖坦的挖的。出来 battle！ 好，是比较高的地方还是比较矮的地方？挖出来了，太小，那看来是比较矮的地方了。啊？你有遇到吗？快了，我的女巫头像变亮了。来的方向对了。这里。哦，听到声音了。在笑，很开心，让他哭。笑嘞，我这边也听到声音了。啊，亮了。嗯？我
我叫几声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有烟。哎、欸，它是一，哦，它是特殊的，算吗？不算。白痴，找那么久，然后一只特殊的女巫，我是拿村民去电啊？村民去电是不是比较快啊？嗯，是哎、欸。你打那个算打雷吗？换雷吗？对啊，那个算换雷吗？白痴，你得是特殊的。是啦，洞穴只有回音呐、啊。哦，找不到位置了。哇，直接电村民好像就快、欸。我是一个无情喷泥土机器。我又不见了，刚走来又不见了。哇，稿子坏了。地图不会显示吗？有显示啊。但是它如果是亚种，它也是显示原本的样子。你快救我！找不到点，剩一大堆。我没告知了。你没告知了。我刚坏了。你木棒有工作台吗？我没有带工作台。啊，这安利怎么东缺西缺？耶，死稿啊！还我！叫啊！有啊，一直叫叫很烦。我就是后面啊，怎么又感觉远了啊？怎么又感觉近了啊？对啊，迷之女巫。这底下、啊、到了啊，牙种巫啊，牙种哦，看又是这种治愈女巫，我要你干嘛啊？小雨那边会有三叉戟吗？三叉戟，大佬坐姿，椅子。我说换雷是不是真的是比较快啊？那女巫就真的是要沼泽，要找。迷幻洞窟旁边有一只，多少？三六。那我顺便下来挖矿好了。任务真的是很严格呢。这方向又一只。啊，我先回家好了。嗯。哇，有一把剑叫雷电的化身。
好像没办法弄出来，不过换都换的。三叉，哦，有龙族三叉戟耶，好像很屌哎，三叉戟能做哎，真假的？还有海灵晶体，然哇！后海洋之心跟海灵碎片，我海洋之心，可是我们没有晶体跟碎片，我们还没有去探水上啊。是呀。林江立方体。符文，先留着。只是解个任务，好像很难。一表女巫啊，右色，哈，不可以色色。哇，这是什么怎东么西？了？怎么？你来看，好啊，你这看，什么？这岩浆太酷了不是吧！后面还有，这钻石也太多了吧！你有幸运感吗？有啊。那就挖烂了。好赚哦，好赚哦！不是都一个一个的，幸运三都是，没幸运的感觉。感谢会员，没幸运的感觉，挖八个只有八个。没不有了，出有了，来。有了，有了。换雷之后三叉戟能弄吗？理论上是吧。嗯，魔族不熟。还有哎、欸，哟，没有。加附魔。哎，旁边有一只，可是有点远。我在想我的技能能不能穿墙，哎，试一下。要怎么穿？哦，不行，他在哪里？你按，现在按就有啊，这个方向。在隔壁吗？哦，你是指那个穿墙哦？哦，挤一下就出来了。你很皮哦。当然，哎，我走不过去呢。好啦，努今力天开到找，这边啦，这样吗？哦，没有啦，努力找一下。我看一下团团的家，他会有那种鬼东西吗？三叉戟吗？不可能或啊，他，哦，海灵晶体之类不的，可能啊，他一直在顾，他在做家欸。他是在盖家，没错啊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东西？他说：“我也想要那个酷玩意儿。这边有一只女巫。
有黄色蜘蛛，我感觉是在哈基家底下。他家很黑啊，下面。我去看看。哈基家地狱门后面。啊，这就不能有一个副本，然后都是女巫的吗？这里女巫出来玩 gay，哎呦，哦，我说要那一死块也了，能那么方便就好了。哇，看着没有狼，那怎么会有狼？西边工作台多棒啊！工作台又加了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是自动整理包包。我来，你很用吗，狗狗？女巫嘞，这个方向有听到声音，但是不确定是不是。安心，你要不要来挖掘我这只女巫？换我们好，问一下，这个感觉会有物资箱，再找找。他在磨蹭我的耐心。附近才对啊！往深一的地方砍，好吧，好像砍不到。哎，嘲讽嘞！哎，打到了吗？我卡在墙里了，你卡在墙里了，对啊，呵呵，能出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踢踢你喽。好，小台哪里？小在台。这附近，哦，我是不挖到了，哦不，这只是原本的地方，没事。呵呵我找来了探路天才，这只女巫绝对找到。我找到了，看闪电什么啊？双动术士，不是我们要的。雷暴术士，滚！啊，我也死了，太棒了！
哇，到现在才找到一只女巫哎，这任务也是很严苛哦。Double double，看一下它的翻译好了。And the potion will work as in他没什么提示诶，他就是要你找。回家，回家，气死！而且我们还要解完这个任务才可以解到那个boss 的，哦，来不及。我先做一个石碑好了，放在那个我们家这里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准备材料。哦，做得出来那现在做得出来，只是就是要中介之言。哦。哦，把啾，送给哈基哈。还有小型虫洞哎，你有黑曜石吗？有。那给你拿个一颗。然后他还有石砖。哇，我好穷哦，没有木头哎。怎么可以穷成这样？搞怪，你怕你？亚品化，做一般的工具而已。那没有烧好的石头吗？会有那种鬼东西吗？有啊，当然有，怎么会不会有？哇，你居然有这种鬼东西，厉害吧？太扯了！哇，写死机都有了，这种鬼东西，你在想啥？不是只有四个哎，我只找到四个哎，四个啊，你要几个？我要六个。少啊。喂，鬼东西比较少。因为我记得包包升级是要把包包里面东西拿出来，对不对？两个模组应该不太一样，但你保可险以一点。保险起见，对对好对。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发言发语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。我们家真的好好看，那个不风过他昨车，天很努力在盖啊。那风车点缀了这一切。黑曜石，桌上的箱子有四颗，有，我看到了，有了，那插哪里啊？我们家门口，他气死。问这里啊，就这了吧。有了，我改个名。要叫什么？轻松高效，大家的家，这个家，家是什么家？大家的家。避雷针，
这个版本没有啊，这个1.16.5没有避雷针。对啊。东西，大家叫什么？想想，我想想，第一个村庄，你在烧了吗？哦、好，可以拿下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要继续烧。我觉得我后面石头还会用到。这里也没有女巫啊，难道必须弄出一把幻雷的吗？这么疯的吗？所以我们要先去找深海遗迹。天哪，找。哇！我要在砍木头哎。Ocean。这像海底火山呢，很酷哎。热带海洋，不然就是要去沼泽啦。可是沼泽也是要找，两个都得找啦。没有，一直在想，我记得我有经过一个沼泽啊，白痴哦，我们附近就有沼泽啦。有吗？我们钓鱼的地方啊。我看到潜伏者了，快，订书机拿它。他食物的嘞，看起来很硬嘞。不会啦，是杰克哎，过来啊！哎、欸，我被他咬的时候，我不能放技能。球。啾！耶、yeah, ，有了海洋怪物！我现在打到哦，哦，这里没打到啊。哦，你都让人家是不是？那边亮亮的，就是、亮亮的。有箱子哎！哎、欸，你左边，我右边。好，你走空的，空的，谁？都空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生气，我刚看到订书机了，是不是？这边亮亮的，是不是也会可能有东西啊？嗯，这不一定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有两个箱子，走喽。啊。玩到了，被捅了，空的。哎，有神怪砖哎。咦？它是有神怪砖的。我有清水星。苦力吧？还是沉思？沉思吧，掉。那沉思会掉海灵晶体之类的吗？不会啊，只会掉桶。他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生出三叉戟的而已啊。哦。海灵晶体跟海灵碎片，嗯，找那个吧。这是我们刚刚来的吗？这一个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是啦。结果他就真的有东西。
看到这边红点很多，掉落但物是很看不到多，怪、欸。红点不是掉落物吗？好像是，欸、那边海盗船，可是就是很强的海盗船。我还没看过哎、欸，这里啊。哪里？哦，上面会有东西是不是？是的一群疯子，哎、欸，之前 ATM 是也有啊，可是这个很强，你看他血量，仔细看，但一是等而已，这可以打哎，啊，打，因为我那时候小雨那一个他是6000血量，我是真的是看不懂他在冲他笑，哦，跑跑跑跑跑，那个真的是太高了，这个时候要叠个东西上去啊。哎 欸，神怪砖。白痴哦、喔！鸡蛋，我两下死可以。不要挖掉！好，泡啊泡啊！163滴血。很西瓜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木桶里面都有东西、欸，有香精黑石里耶、欸，嗯，还有木血头，蟹、欸。你在看什这么？你看旁边左右的木桶，哦，痛哦！对啊。来来来，不要急啊！元素抗性，哦，书本哎，我们的附魔30等了吗？开始了，他这边有铁装，我直接弄好了。哦，拆掉。待会一下拆掉，这木桶都可以看一下啊。好啊，锯齿呀，可能鱼篮吗？啊，我看叫什么？就是那个啊，地图机掉的那个。雨图。可爱哦，红嗯，石。是火药哎、欸，满满的火药。它会升这么高等的味道是那个味道是、对啊，你就很高哎、欸，欸，那好像是圣怪砖生出来就很强。哎呦，啊，那怎么突然加速？紫色的。绿宝石点不到，耶，白嫖一个成就。白嫖一个海盗船。哎、欸，像这边有一个大东西耶，底下水里有一个大东西。哪里？这个 Nantape 有一个大只的鱼吗？吗？还是它是热带鱼而已，只是图案很大。啊，你给你驾驶。哦，热带鱼啊，热带鱼，没事没往事，哪走？这里。随便随便走。找沼泽哦，啊、哦、不对，我们要找，要找谁？还第一集。海洋，你、嗯，让海守卫。晚上好，不，前方是沙滩，哎、欸，红土哎、欸，你的右前方是红土，看、啊、下面有东西。
废弃黑曜石，掉下去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好赞。我这应该清水性而已。对。丁镐没啥好东西。我的黑曜石也是从那里面拿的、啊。那种建筑啊，什么建筑？上面啊，小石像，林哦，石像，那么摩艾哇，像，还有东西吗？哦，哦，破坏古迹。破坏石像哦。哎、欸，前方有一只女巫，干黄袍的，好，那晚上火打一焰打。术士。不是一般女巫就不要来找我。什么啊？木头？大洛？这木头是不是可以带一些回去？都是木头啊，看起来很特别。哦，带我带我带，有没有素描啊？哎、欸，有金字塔、欸，又是那个小的吗？的，比较小哦，一点的，也是可以去看看。那你找，我继续打怪。嘟嘟嘟嘟嘟，没有 TP 我，你有这成就了好，吗？等一下哦，哦，我好像看到你不出是，金字塔了。不对，这边有四个骷髅神怪砖，也不赖了。嗯。算喽！啊，完了，我踩到陷阱了吗？我、哦、很强的陷阱。然后自助洞诶，哎呦！刚刚的成就啊，看你要不要来，等你。我也快死了，我食物又没了。来来来，哇，那边呛我们只能吃素，好可怜哦。你说我吗？你啊？哦，只是没带食物嘛。要进去看吗？没有，好啊。等一下，宝宝。哎、欸，很多你要的羊毛哎、欸。嗯，没关系啦。它我现结在，成一球哎、欸。我现在，对啊，我现在是靠。哇！里面有珍贵砖，雷，打雷了！来了。洞穴蜘蛛，是不是有水会比较好一点？嗯，好像羊毛里面都会有一个蜘蛛生怪砖。你想象那个就是那个蜘蛛蛋呢、是啦，蛮像的。诶、欸，我记得难度我调过啊，怎么还是不会中毒？对啊，我
我今天被打，想说是我看抗毒太高吗？对，我只挑个困难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你要在这吗？还是要回家？先回家吧。好。哎，好像大雷雨天气，你可以钓鱼了。是雷雨天气。回家，可是每次伺服器重整都会要重来一次。确定，因为我有去改伺服器那边档案，等我一下哦。server 看一下 difficult 我怎么又变 easy 啊？储存并关闭。好，下一次看重启怎么样吧。嗯。居然女巫是最难的任务了。效率是耐久三，两把都是。有没有可怜的村民变女巫啦？没有，附近没打雷。小雨在钓鱼差不多啦，他们那边结束了吧？9点了，9点。啊，应该结束一轮。哎，烦喽。哦。里面东西还会哦，在，不会被吃掉。哎呦，命脉项链，加生命值的。好女巫，
哇，这片沼泽没有陆地呀、啊！这是我们家旁边的啊。你为什么关麦？哦，我关到麦了吗？哦，sorry。对，那种说没理我，要穿看一下。沼泽要一般女巫才对吧？我还在那边盖个平台啊。这有小水井呢。那我也是希望，就是可能像我们在打副本的那个小屋啊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小副本，要不要去？来了，这里，这不小哎、欸，走喽！很大呢。我其实没有生存来到这里过，哎你呦，如果有出来哦。好像被挖过、哦。底下是有洞的，哎呦！有幸运方块，是吧？可以挖吗？挖看，好硬哦！到了，没了，没东西。挖，还是那要到很。还是要直接右键什么的，不是工具挖啊？不够吗？不确定。烤猪肉，啊，算了，这给你好了。哎呦，蜘蛛。哇，漂亮亮，你会敲掉吗？生块砖吗？对啊。都可以，我觉得没啥差。好，这边又偏远，敲敲。碳顺便会掉什么？净化水晶，这边好几个坑哎，哎等呦，你来。来了。居然是僵尸村民！啊，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啊？啊，宝箱怪，我被杀了。那宝箱怪好像掉东西还不错，看起来。那皮皮娃，哎，他掉很多那个哎。防御砖，我被烧死了。等下有个死尸尸壳，橘色你 TP 我，你 TP 我还没活。好了，皮皮娃。是这边吗？还是另一边？对呀、啊，我捡到你了让我一东西些。啊！拿到成长守护方块，没看它好过。像还有另一个不一样的，嗯。跑一下圣规鱼来吃好了。
这套哪些方块啊？这个没看过而已。成长手，哦，可能是农作物会长得更快一点。哦，是哦。哦，神话，什么武器？你拿到了吧？哇，靠！原来是三小。拿刀的僵尸，你应该拿到了啦。你刚如果 TP 到我的话，你刚包包满。没有哎、欸，不知道我这哎、欸，神话没有，哦，不知道我这。有捡到，头哎、欸，女盔，巫，我听到女巫声音，我也听到，哪里？很近，这里，洞窟里。把这个也挖掉了。会头护上肤宝吧？石，元素抗性。哦，原来我项链很多都坏了。要么在上面，要么在下面吧。项链。没啥用，地底好像这边底下好像也有东西吗？哦，就蜘蛛洞。背框吧，哎、欸，肉给你吃。可以。对，刚刚神话是什么？头盔要用要鉴捕定才获能鉴吧？才能看的头盔。哦，这里好多骷髅。啊，我怎么被射一发我就要去了？退！我被打一下我就要去了、欸，等差太多了吗？16。感觉装备吧，我装备没上去。哎呀！对，要升级装备了。首先，我等下直接去那个好嗯？了。那个什么，就金字塔那边，嗯。弄一套新的好了。哇！难怪你会死，难怪你会死。很痛啊！我觉得我们今天找不到哎、欸 找不完女巫哎、欸，哭吧、啊！这个会记录吗？总计击杀，里面什么都是鬼。我 TP 你哦，好，安全。哎、欸，难怪你会死，里面8个神怪砖吧？好扯哦，又生了又生了。勇一点，勇一点！加油！我以为你死了。哦，你20等了、哦，我20等了。你20等啦、啊，啊！他已经跟我等差4等了。前敌差1000滴，你小心。
今天怎么可以这么肥啊？我还可以放，我还可以放。我这次找不到女巫哎，好惨啊！哇，一只278经验。可是你能启动它吗？不行。啊，没鹅卵石。旁边挖一下。到木棒啊。嗯。我木材给你。没事，我有。好，拉中间这根就会有。那我们比较勇了。我们比永吉拉还要勇、啊、那只女巫就不见了欸、他们全部在水里欸、欸、我一走过去他们就全射我、欸、是怎样？对，你可以丢图腾过去吗？所以我刚刚说你难怪你会死。没有成长守护到底什么往往看啊，丢哪里啊？不啊，这里至少你可以 AOE 可以到吗？啊啊，干干干，你知道了对不对？好痛啊、哦、打到一下我都快去了欸，我靠！我被 A 一下我就倒了，太痛了！你先别回来啊。好。哇，我这样好像我也走不出去、欸，我这跌死了。哎、欸，我贝壳了，我还没啊，我贝壳了。哦，好。五，倒数，冲啊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没怪了、哦、因为我们刚刚两个人不在了，赶快挖掉他。哦，开始升了，我撑不住那个他的弓箭两下。太痛了，我操，妈呀，好贵哦！好，你现在可以过来了。好，等一下。是木头，我之后再挖。全饱喽！闪电的，快挖！啊，后面呀，痛！杰克很痛，他打我也很痛。不是你打我很痛。冰原之斧。
你有拿到短剑吗？啊！哦！我加他射你嘿，短剑好像有，你要短剑是不是？对，我要短剑。我没有哎、欸。好吧。等级太高了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衣裳，快回来！看，跑！去看跑！他追我！干都追我！干，你推给我！短剑，发呀发大财！哦，有啦，我等级拿高一点的剑好多了。哎、欸，这边都二三十的装了，很难突破哎、欸，是可以突破啦，你要全部挖掉是不是？都挖掉吧。好的哦。啊，另一边怎么都蜘蛛？准备好了！我操！蜘蛛一下就一下！啊，这些怪都跟鬼一样。对肉类的东西是补血，嗯，然后素的东西都是附魔，对。啊，换一点防御率高一点的，快受不了了。你是穿什么衣服？很前期的那种。不，你需要穿什么皮还是铠？板靴，板的。你现在应该可以。你现在几等？16。我刚给你什么？16的鞋子。那裤子没了。啊，不是黑马赫啊！你刚打哪里啊？进去开个箱子而已。你跟我说啊，进去都是哦。你哦，哎。这里还有、欸，好多城市哦、喔，成长方块，这边就冻哭了。哇，这是2000血，这是棒哎、欸。是肥的欸，我就跟你推来推去。没魔了，等你。啊，我没拿到，没有经验。我现在没了欸。我这边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是不是？他已经到外面去了。来了。又没了吗？感觉是哦。然后就这样了，嗯，差不多了，然后东西搬一搬吧，搬回家。盾牌，
啊，就这样吧。好。不行啊，还是没找到女巫啊。哎，我刚看到一只，你怎么那传么回来的时候慢呢、看到一只。啊？我还没传，我还没传。这小地图太这里有一只，小这里有一只，我这了。里有一只，你找到这只了？它看起来很像，很像真的女巫。你在哪里？这边往下挖，有一只女巫。看起来像真的女巫。对，看起来像真的那你怎女么巫。不挖？我啊，又没有铲子。我也没有啊。你大概跟我说吧。好黑啊！哦，还有，差不多差不多到。这边超多女巫的都是吗？哎，真的真哎，靠北寒霜术士，垃圾术士。可这边看附近超多女巫哎。对耶，今天就有了。嗯？我劝你是有女巫生怪传哦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合理，很合理。我要再跟你要一个火把，你为什么啊？按到了是不是？还是我去是地狱相打似神的，怪塔？生怪塔。地狱打那个啦，熔岩，不是熔岩那种，烈焰感。哦，也是可以。白日梦，多一张沙发。你是手女巫，普通的，不是。还没到。你是什么女巫？让我看看。8.5，8.1，林肯尼，上还下这里？在做菜。在这。那在上面还下面呢、啊？啊，至于巫师，滚！哦，闪电！都有亚种哦，没有纯种的、哦。真都哑的呢？啊，10个女巫，9个牙。回家。的方向是在下去吗？女巫啊，别这么难搞啊！真是要找个3只女巫这么难的吗？我看到一个超奇怪的箱子，你要不要来看？很奇怪的箱子，啊，这个我看过啊，你看过？是什么？
不知道，打喽。哦，苹果香。好诶，吃苹果，吃苹果。好诶，好诶，好诶。啊，明知三只女巫这么近，可是这就是不知道它的高度在多少。就在这附近。挖到了，挖到了！我劝你是纯种哦。我看到亚种会很不开心哦。啊，靠腰剧毒巫师！亚种啊！我被亚种，我被丢一瓶就倒了，好惨。人生太难了，及时行乐。嗯，伤害 1.8。那你鉴定了吗？就你刚刚那个装备还没，我在清那些东西。哇，闪电伤害的锤，对啊，我来试试看那个什么伤害，成长守护方块好了。我猜是农作物啦。帮我去查一下好了，这个方块到底有什么用？突袭的女巫都纯种啊？对，突袭。我那时候哈基不是有遇到那个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农作物哎、欸。对，加速范围内的植物。作物树苗的生长，哦，哦，好像不错哦。那好几颗是不是会更快？奇怪，小雨挂那边怎么会死？他不是啊，那边没猫。嗯，他瞬间长好了吗？71%。他长好快啊、哦！成熟了。你放在农田哦。他说好扯哦，你来看超快哎。你看我刚放而已嘛。嗯，有哎。那还没长，还没长。嗯。你看、哦。你种什么？哇、哦！你看。瞬间好哦，好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几乎好了，成熟啦、啊，有些86%，有些成熟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好棒哦，好扯哦，他放上去马上种好是怎样？这马铃薯十几秒就好了。好快、欸！然后再拿幸运搞，有没有更多？因为它种树不是也适用了？种树苹果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说种树吗？那个适用啊？左 shift， 左 shift， 哦，什么东西？团团家的椅子，你按左 shif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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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不行？哦，有了，那叫我们进来做、啊。哇！
进来坐坐，我家很大。我家很大，进来坐坐。哇，这柜子可以开耶。好扯，好扯！哦，装备，那精心布置哎，我要寄居在他家了。这样就满满的马铃薯可以吃了，太好了。只是肉的部分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来鉴定。阿兰，阿兰，这是女巫，给我烤鸡喽！烤鸡。奇迹喇叭残暴头盔又压中，什么奇迹喇叭残暴头盔？刚刚的头盔啊，不懂。加盔甲，加力量，加火抗，加生命值。哦，哇，今天真是被女巫搞哎、欸！哇，他即将要烤鸡肉，全部偷走。他即将有种这么大片的农田哦。他今天下午弄的。那感觉可以给他一块那个啊，增长的。哦，可以啊。然后就永远收不完了。哦，谁啦？一直、啊，你偷偷藏在他的那个作物下面，好像可以耶。对，哦、来来来，对对对，偷偷做。塞一块，塞一块。种上去走马上好、欸、种上去走马上好。哇，怎么长这么快 ?15 秒一个是怎样？走走走走走。我拿了我拿了。拉杆就好了吗？还是用红石砖？红石砖都就是要充能它。有两个是不是？有两个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最喜欢恶作剧。要两块哦。两块吗？没关系，放一块就好了。反正只有放中间一点，放中间一点。我们放一边，让它一边长一边不长。啊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崩溃啊！嗯、它范围多大、啊？我搜寻一下。感觉你埋这边就好了、啊。好，你先找。他没有特别说多大哎、欸，对他没有说多大，就塞哪里？嗯，那帮我们算个五个嘛，二四这里，你要挖三个哦，有。然后泥土，我这边我偷搜一下，这应该都有效吧？然后这里是马铃薯嘛，我打这里的看有没有。你充能了吗？充能了。哦、有哎、欸，马铃薯也有哎、欸，很远呢、欸。要不然这里嘞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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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就没有了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哎呦，这样。哎、欸，观众不准说、哦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。
涨很快，很快，棒。那范围蛮大的。女巫，又有一只女巫，烦呢、欸！再一只牙种，我就是私下找了啦，太麻烦了。意思气死！哎、欸，对，那时候，哈记怎么拿到那个啊？嗯，不想执照的。哦，他家附近就是刚好生出来。我刚好看他的台，他刚开台就那个队长在他附近。我想说他怎么有不祥之兆？哎、欸，吃肉吃肉，假吧假吧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跑掉了。哦，这是你家人啊？对啊，很多的改嘛。给你肉，给你肉。没有，我刚好去他家，不是在哪了？真等奖励的，我不能吃。哦。看一下哦，哦，奖励要爆了，等一下。哪位可怜女巫啊？因为我们附近很多牛，但是就是没有纯种的啊、哦！天哪，对啊，闪电属性去攻击村民会变成牛吗？闪电属性。啊火焰术士呢？真棒！那他没有打雷下来，应该就都不算吧？对啊，因为我这样子的话，我打就好了。这附近好像还有一只。咦？不是，这是什么附魔、啊？看不懂。哟，寒冰，寒再寒的，我要死了。太高等了，安老师这边，气死！哦，遇不到啊！好了，我要去，我觉得下次再打王吧。嗯，没事。哦，我可以打一只啊，应该很弱。很弱啊！今天哈记靠狗就咬过了，刚射一箭，然后打带跑，一回头，哎，回头两次他就死了。来打一只吧，玩一下。想说今天要打，结果卡在那个女巫那一关。骨头。基本。龙头。直接放是不行的哦。你是说他要放那个对不对？要照他眼睛，而且他是 不能立起来啊。也可以，十六、欸、他干，死都很烂的，死都很烂的。
我在你旁边吧？没有啊，可是他是看我的等级哎，他十六等哎，十六等我的等级啊，我十六等啊。哦，那你打。让我看着你。他快碰到我了，杰克，快！耶、yeah. 耶、yeah. ！还拿到一个戒指，幻想核心，幻想核心就只能做这个吧，装备强化台。对。啊，就顺便做一做吧，工作台跟熔炉。你看我的装备该强化了，现在装备太烂了，我在穿十等以内的装备。装备强化镶嵌。强化台是干嘛的？你不知道？我没有实际用过，我就那时候在哈基台看过而已。然后有了装备强化。三叉戟不是有幻雷附魔术吗？我们没有三叉戟。重点没有三叉戟，我们现在没三叉戟。然后剩下一点时间，我要去刷怪了。你看到我会射出三叉戟，那是我的技能，丢我的毛。这个丢出这一招，我要点这个啊！这是不是减少耗魔20%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好，我去 Google。安安，对啊，我就要升级装备了。装备不升级起来，感觉火烂的。英文，今天我的英打加，不对呢，是加20%哎。那任务书感觉这个应该是没解掉。为什么这是增加20%的耗魔消耗啊？伤害增加是不是？不知道是加容量还是更耗魔。嘻嘻。我还在跑。你有看到空中有个箱子吗？有啊，那是我之前打塔的地方。哦，只是那个箱子他没删掉。你不知道那边放那个吗？一个台，一个台，轮回碑石。哦，水系还是冰系？好像有技能会落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水或冰吗？过去挂的三叉戟要沉思掉几率很低。对啊，暴风雪、潮旋、冰霜星星、冰霜之花，看起来都蛮不像的。丰收之月干嘛？我不知道丰收之月是干嘛的。作物会拼命长，拼命长啊！龙猫那个画面。这狼是谁的、啊？影月的吧？影月不会养狼啊，他自己吧？就是卡在那里。你跟我讲大概的血量。好呀，几百。嗯，我按照瞬移顺到里面去了。太棒了！我 TP 你哦，你在附近吧？附近。我忘记换招了，我再顺进去了。太棒了！咻。我看到等级了欸，阿狗的等级了，就一只是孵出来的、啊，从左到右28、22、30，
丰收之月的月亮比较好看吗？环境好像都有改变了。哎、欸，黄色的哎、欸，黄色的。我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。哎、欸，朋友女巫，劝你是纯种哦。牙总，我觉得怼爆你哦！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消失？丰收之月，旁边的塔吗？又是听到声音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啊，我先术士，滚！哦，怎么都可以这么痛？游戏对近战很不友善呢，太棒了吧！我觉得我快要追上死亡列车了。现在死亡，我死了35次，愉悦最多82次。hold 不住，真难过。只是想解个任务，都被吊打。我那时候蛮开心的，是兔子血量也很多，都也都很厚被仙人掌扎也不会死，跳楼也不会死。啊，他很勇的耶。好啦，先把装备弄高吧，也10点了，先关啦。反正你应该要继续开吧，还是想一下。想一下，来，开始想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觉得好像都没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反正就是要么打，要么挂网，流浪到，对啊，米菲，是的。我觉得我真的好软哦，怎么这样？火焰鸡，一二三四，点这个是有吸血啦。魔法护盾，干70、40等，100。优秀。哦，闪电50啊！就是没有一般的女巫。就。
还是说玩家盖的什么东西？模组啊？是模组。哦，遗迹哦，item。我怕流血啊。我唔知，我爱看。哎、欸，我的哎、欸，我的短剑的哎、欸，十八的。哎呦，蛋啦！可它就是很多插槽。哇，那很惨呢，有但是好有坏啦。还有五个插槽。哎呀，又要鉴定，刺激刺激，喜欢。我是说，这个地图像是 POE 那种很多张图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张大的图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然后自己去找去打野外找怪打，他没办法做到那种僵尸群很多的，伺服器负担不了。问一下，嘟嘟嘟嘟嘟，为什么？白痴，治疗巫师。不过啊，有闪避盾牌、欸。不要是技能伤害盾牌。好像用技能打怪物就不会有尖刺伤，我每次都被尖刺到用到爆开。
不死图腾什么技能？我的闪电图腾。不死图腾。回家鉴定。图案很像龙卷风那个，哎、啊，那我可以学。你要电吗？把它电出来吗？那我要学喽。你是说这一招吗？那要落雷那个好像电击技能。图案有点像龙卷风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吧？因为想说，我都还没有点。哎呦，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在还没 Google 啊，看 Google。UNT 啊，肥毛静态什么意思？可消耗法力增加20%、欸。就这个、喔。好了，我学了。我们去找。我要去看。我们去找远一点的村民玩。到了，叫你哈。有没有村民？附近有一只，屠夫屠光了吧？这里有一只，这里，图书管理员。哦，我那时候就在看他，看很久。他25哎，要先砍低一点。他有附魔书哎，还有书柜哎，是看不懂他，对啊，所以不想选他。那我们去负700那边啊。好啊，你到了叫我，你跑比较快。好啊。哪里啊？700。斜的这里。等下观众那个。闪电长矛的那个被动技，我要这个要点吗 ？DN， 这个游戏要这个是干嘛的啊？点了会干嘛？啊，你才来 ，Hello，Hello。这狼看起来很秋呢。没事，我们以后会看到更好的狼。叫织狼，冰魔法的，可是我是电系的呢，怎么是叫他们冰魔法？到了，好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杯子、欸？要挖回家吗？那就可以挖回家，挖了，好了。找那个可怜儿都可以，这只等很高哎、欸，我先把它砍低一点啊。农夫可怜虫，哎、欸，这个农夫比较低一点啊。
好了吗？有没有？差不多了吧？哦，我干，永唱那么久。不一样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边又有一个副本嘞。你有空啊？可以啊，反正我是没事，我只是就关台而已。惨惨，Hello。好的哦。有来过哎、欸。啊，那这边团团有来过，这边团团来过的，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打怪才会打雷哦。这里要旁边拉一只怪是了，我们等下试试看啊。没关系，你不要离开哦，啊，没差，可以贝壳回去。野生生成的都大多都是亚种。晚上啦，我找你了。还有 CD 哦，CD 蛮久的。没关系。顶怪是吧？1万多血量的铁巨魔，哎，铁巨魔什么？铁巨人。哦，这玩里，嗯，找苦力怕领啊，还是什么的？反正不是找苦力怕。火焰蜘蛛，火焰蜘蛛，啊，蜘蛛不能坐船。然后嘞。在屋顶，这里，哦，很痛，很痛。
你还有拉杆吗？嗯，你有拉杆或红石吗？没有，敲墙壁。拉僵尸过来好了。来了来了。里面可以吗？二三小。喂，走！你们不要跑，你们不要跑，关门嘞！有成功吗？会劈啦，没劈到人而已。要给我们坐船，可恶！那我坐船。好，继续找。刚那一间，还是他们在哪一间？这间还有坐了坐了。两个人，可恶！找两个人的，不是僵尸，不是僵尸坐，要给村民坐。我拿到了，找两个村民的。这里就一个啊，是闪电的，先你可以先处理这只啊，先处理不这是只。啊，两个一起啊，不然又要再好，赢。而且技能有 CD，我现在 CD 还没好欸。你还有一艘船吗？有，丢给我一下。睡三小，哇，铁巨人来了啊！是，太痛了吧？铁巨人，鬼耶、欸！SSR 的，你就躺，你躺。欢迎开门，来，豆子哦。好，我们去找，再去找。哎、欸，不要！是吧？先把这一只弄掉啊！干1万多滴耶！我就说，你确定要？我们没有带狗之类的呢。我慢慢来。哦，那我去找。分工，分工。那我刀子好像会先坏耶。哎、欸，有那个。然后真的可以1.8哎，可以啊。炮腰苦一怕啦。哎、欸，劈没有用，我劈到了，但没有用。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北七。北齐铁巨人，该杀你哦！对啊，这电不到，嗯，哇！啊，这礼物任务很难呢。啊，苦力怕零嘛，那来看看，哎。僵尸，僵尸，请坐，请坐。哎、欸，看一下哦，CD 多久？
快两分钟，117。快了，还有七分之一格。哇，铁巨人好强哦，好强！好了，我要放了。好，咏唱。一定要没有啊，哎，应该还没有过这个任务吧？没有吧？想跟谁蹭啊？没事啦，真难。回家盖个平台。神怪平台是不是？对啊，沼泽那边就直接盖个神怪平台。哇，还帮我做椅子哎，团团人真好。我先上去一下。好哦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尽力了。不是啊，我还是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一招到底是干嘛的？增加我消耗的魔力，然后它的作用是干嘛？是插在地上，然后那边会是拼命打雷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会想要点。不要说什么点了就知道，想要确定再点啊，不然都要吃那种吃药把点数洗回来。哦、好了，不对，哦，对，没事，静电加二。攻击提高，但会增加。哇，有点难过哎，他现在法力消耗很高了哎。
你看69，我能射几下？10下就没魔了欸，再加20炮，射不到7下了吧？静电加2。哦，你们会想要点这招吗？因为我现在天赋全部都走电伤的啊，闪电伤害。然后我现在是想要直接冲到这边，冲下来这里，再点闪电伤害。想说一个沼泽，连个平台都没有。想说连一个生怪的地方都没有。好啦，对啦，便利我们那边比较，哦，我在想，要盖一个真怪空间吗？就是盖个小黑屋吗？好像可以耶，晚点好了。够热啊！鹅卵石太早，金锭100，不能修，完了！哎呀，我想太美了，想得太美啦！
所以这种盖鹅卵石之造机吗？鹅卵石。因为昨天他们说盖鹅卵石造机啊。没有看到，看看，感觉，眼睛收不太好，来，有一些给你，我再去挖，白痴会不会挖一挖就自己这边变成生态平台？谁？很团。我收起来了，你要用？你们，你要不要通话？你收什么收起来？没有啦，现在是要我盖一个把小黑嘿。箱收起来哦，因为我原本放个的地方，我后来把它变水池。哦，啊，谢谢你的椅子啊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
两等鞋子。那这个鱼笼怎么用啊？做好了之后，哦，盖个没意义的东西。好啦，开到11点啦，我眼睛也有点累了。欸，眼睛过度疲劳，没有啦，就是，就太早起了啊，太早睡，太早起。哇，加14技能伤害耶，很棒耶！
晚睡早起，就是起床时间有点早，因为就是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因为我之前作息都是大概7点就想睡嘛，然后那时候最近都是10点关台后马上睡着，而最近是，最近。不，应该说今天，昨天玩了这款游戏之后，我3点才睡，对，作息又突然坏了回去。有没有？没有，当做太烂啊！我捡个骨头去养只狗，养完狗，还是我们要用走的。谁？什么声音？你看，这些血量很多的夜妹嘞，搞不好可能可以烧到晚上哦，超好笑的。真是时间小偷，不是就是，主要是玩这个，自己玩不用顾你们嘛，然后就可能可以。边第一台啊，边看动有的没的，然后跟他们聊天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能第一台就差很多了、欸。啊，弟弟们应该知道啊。农作物能用右键采收吗？你说这模组吗？我去看看，右键能干嘛？不行欸，不行。过去那边应该经验可以很多了。哦，这边有了，以后可以不用 TP 了。谢谢杰克。他挂这边很空灵死的、欸，会死吗？看一下。很丑，怎么了？按错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突然被烫了？那刚刚怎么还送子你啊？好，想说养一些牛。哦，要皮革做包包吗？可以啊，哈哈。不是啊，皮革不是说用烧就好了？是的。固啦。然后后来发现挂机会挂到死掉，是因为下面会有僵尸跑上来。刚刚用陷阱放，可是好像陷阱会不掉掉落物。还是用手砍吧。哦，那陷阱很有趣。你做陷阱了？这个，那个采样需要的，它可以贴在墙上，还没做风扇？还没做耶。之前有那个啊，ATM 就是它陷阱都不算人为杀的嘛。然后它有个陷阱，就是要做到很后面升级，才会算是人杀他会把那个他可以当垃圾桶的。啊，真的？你看，他插久一点，他就不见了。真假的？欸，真的欸。
来当垃圾桶。太好了。为什么在冒爱心？冒爱心。对吧？你要对我有乖乖的想法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要烧这个啦！不然嘞，这可以分解啦。哦。就这边要做一个那个、啊、分解的，铁、岩浆头跟熔炉，对，因为后面可以用低等的粉尘合成高等的粉。哦，对，啊，那个又可以拿来做装备。是要靠突袭女巫才有女巫哎、欸。刚刚团团那边有那个流浪商人，他要嘛出流浪商人，要嘛出突袭，这样子几率一样会出那个。我需要岩浆桶。骨头在身上，骨头，对啊，因为路上遇到紫色品质的狗狗，可以抓起来。我刚刚路上遇到，啊，还是我拿过去给你？有什么？不知道骨头，不知道骨头。我有啊。哦。要去捞岩浆，我今天好像也是这样子，走到一半啊，去地狱好。
神话，女巫掉了神话的衣服。什么女巫？假的女巫？假女巫？绿绿的女巫？喂喂。坚定状。熔炉，你说铁吧？铁。好呢，对。U。好烦。哦，范围的哦。嗯。你有吸到吗？箱子，好像不在我这。咦？啊，在里面呢。这里啊，漏斗里。哦。好了。这样就不用浪费已经过十一点了，对，等这个白天过，再给女巫一次机会。
哦不，要睡觉没？还没，等一下。老女巫，看这边有一只间谍女巫，吗？下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早安。哎，干什么？没有，真的觉得这个游戏放很缺呢。很缺啊。哎呦，赶快附到幸运港。而且他修装不能修这个稿。哦，他只能就还是你要想办法弄到修补。对，我想要太赶快。美了。还有幸运稿。很迷茫。
哦。嘿哇！这游戏现在看到红石都当宝，还是你们现在修装是用更好的？嗯，先不用红石啊，都用铁。哦，铁会修比较多的，铁五十啊，金跟绿宝石是100。哦，然后红石最少。对啊。啊，我都在用红石哎。没事啊，还行吧。跟杰克烧着在那边找女巫，找了一整晚上。我要找女巫，接任务啊。哦，对耶，明天来接任务。接任务。哇。任务卡住，还可以。你关台了吗？关了。哦，我也准备了。杰克。好啦，我这边还是先关好了。明天应该会提早开，因为不用那个轻松高效影片剪完了，对，所以会比较早开一点点。那就这样咯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有，那感谢各位，那我们去看谁的台啊。你是想要石头五以升快啊？就随便做啊，有升就升，没升就算了啊。看一下哦，诺英是干嘛 ？FB 之旅心得感想，魔鬼。哦，他联动哦。好，那我换别人。没有欸，没有什么，都在联动，想说就算啦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